要啊，三天。我要吃药药。晚上好，开学的辛苦喽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吧。为了他，我走。点这个，然后嘞。白痴啊！吓到我了，他响，那声音好大啊！不是拉很小声的吗？打起精神了吗？快要死了，真是万幸，我的工作是在地下送死人啊！你明明死了，但感觉活过来了。这地方不是活人能待的地方，打起精神，快回去吧。你该走的方向是那边，走着走着，你会看到你出来的村子。欸，想报答不用太在意，如果再次遇到，就用我制造的武器吧。所以明天将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礼物。那好，如果我们有缘，如果有缘，我们会再还会再相见的吧。哦，好难念哦。有点延迟欸，回来啦，好吧，我命案的啊，他不，你的记忆好像地下什么地方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，拜托让你重新回去地下室，虽然很残酷，但请你再去一趟，哇，太残酷了吧。不知不觉被太大的地下城，优势的记忆也在这里吗？可以，还100个骷髅能力值会上升，可以这样走吗？可以耶，不见，空白，扛错，空白剪去服，打开包包。听说这是时光屋游戏啦，所以。Shift 啊 ，Go Go Go， 还走啊？嘿嘿，不是。不是，等一下，这游戏有问题。
然后东西应该都全部不见吧？等等等等等，明天要上课，嗯，我知道你要上课。你丢失了一个黄金，自由的商品丢了一个，哭哭。为我死了，我来到这里，拥有东西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不过说能力只有在变，我应该感谢我爱我的吧。哦哦，老巨人安，按照约定给你武器，开始。哦，来聊天室，一二三，左边是一，中间二，右边三，开始。投票，让你们选。我继续喝东西，药卡在喉咙。打个投票。好，二有两票了，三两票了。哎，怎么都是二啊？好吧，那我就不用选了，就是二了，就是二啦。你们这些烂东西，没有啦，好啦，感谢了。会在你回来之前做好，希望下次在这上好。任务列表，按下石板就可以了。好，按。我又回来了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允许使用村庄设施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建设其他新的设施，让我一起搬成新村庄。那好，带回去。啊，你只会出一张嘴吗？这有点阿长。结果他到九点才到家。对啊，阿长有没有想我？阿长。啊哈，我们这次有武器了，可以打。我的天啊！任务完成。然后嘞，你在干嘛？水游戏哦，啊，怎么中毒的样子？我是怎么了？哦，贫血是不是？啊，这里面看起来就不妙啊！哎，捡不起来，看起来就很不妙啊。水应该够，来吧。白痴啊！好不妙啊！我的天哪！感谢依宁，这应该是续订吧？感谢依宁续订，吃掉了啦！哎，六十二滴血，什么玻璃大炮？我打的又不痛，添加可制作武器。你制作武器还行吗？没有。来来来，投票继续来。
投票。哎、欸，超烂呢、欸！我说我啦。三三三三三二，不然我们一个输一个箱子超过多少就直接选了，如何？不好吧，都是三，好，那就三了。感谢各位，三压倒性胜利。好烂了，你妈！我选什么都好像都是水。然后我觉得这是喝水游戏耶，已经不够的话就不能做哦。任务列表，做一把盾旗，收集，然后继续收集水晶啊。嗨，我又回来了，欢迎光临，嗨。好、哦，扩建。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要多少？要多少？扩建。是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瞧不起我，这不是写个二吗？不要再选择卡片了，选择十一。什么意思？要100颗哦，你有玩过、哦？好，会回来吧？他是不是？他是不是？他是不是？这有问题耶！他有点小延迟。你们感受得到吧？我会怕，这样。MP 哦 ，MP 哈豆，隔壁麻将，对啊，我想说，以为他们今天会玩其他的，不是啊，固定玩的那些。哎、欸，我先攻击，嘿嘿。嗯，这样。安安哦，哦，白痴，没有钥匙，啊啦啦啦啦，我好气哦，感受到我很气了吗？怎么门啊？真的按下去会很延迟，他没办法很准确的。他能力提升能干嘛？哎呦，绕这么远啊！结果，嗯啊。他是不是怕人家退款，所以他把弄得那么复杂？
啊，被打到了。哦，可以摸一下墙壁耶！哦，懂了。我也玩这款了。是 MP 哦，这些都是 MP 耶。HP。白痴哦、喔！看聊天室，那个机器人害我，害我吃招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提供的水。你死啦！一样吗？一样。红色蘑菇好像超伟的，我是会受伤，白痴哦，哪有车轮呐？使用不细的，打没有。打妹哪路哟。欸，对，等一下我可以用这个玩哦。不行啦，没办法。我捡钱捡不起来，节奏地牢，节奏地牢就不会玩。好啦，投票时间哦。算了，不给你们投了，我相信我自己。噔噔。刚刚是三嘛，要选一都的，不要选中间啊。飘得好，好啦，是好像也不错啊。Suki te， 打咩哟，打咩诺了哟。节奏医生，你做新的吗？欢迎光临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这能干嘛？这料理？哦，还不过还有随机性的，我的天啊！好啦，好了。会回来的吧，我只能回来找你。我的天，二月会参加，好像26号的样子。我来报仇了。我等级有继承吧？没有一等那他为什么说我会越来越强？
安哦。哦哦哦！哎呀，刚好120到120的水浪费，不要两片。哎、欸，不对哦。再来呀、啊！再来呀、我变强了。很多攻防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冲冲冲冲，留下面一点好了。啊啊啊！是吧？是吧？啊亏，歪了一刀。好多骨头哦，装彩。啊哈，嗯，咦，总有其他路吧。但不转我自己转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得面对吗？哎，哦，绕完一圈了，要面对了。这个是30滴，200滴耶，给谁喝啊？等一下哦，这样子。盾牌，哎，小鱼，叛徒把你吃了啊 ！MP，
安安啊。不是键盘的问题，是游戏按定有问题。哎、欸，哦，他的箱子怎么看起来像魔王的箱子啊？对啊，他是不是没有路了啊？要走这边吗？哎、欸，没路啦！难道说在这里面我只剩一把钥匙、欸？哎，诅咒书就没了。没路了啊！诶？还是说这边不是路？没有啊！哎呀，请问这怎么办？应该没人玩过吧？哦，这边还有路诶。白痴哦！我是什么？看起来就不妙。哦。问其他组装组有什么？没有问聊天室有谁玩过。出了暴击耶、欸！哪一个？边缘地牢标题有，置顶也有，不是标题啦，留言置顶有哦。都可以暴击，
三十五，看一下会死掉。这一定暴击吗？哇！加敏捷二，敏捷是干嘛的？扔掉，企鹅第一下会暴击，有，我感受到了。哇，原来它的水晶是黄色的水晶哎，三十五。暴击。好疼哦！对啊，没想到这一 round 那么快。我想说，这个100个骨头，我原本以为是那个可以累积的。放低，他是可以不用打。放低关的时候，让我觉得骨头怎么那么少啊？那我是要怎么收集的完？什么鬼？扔掉四？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边钱比较多、哦。这什么垃圾？怎么又是这个？扔掉，浪费我的钥匙。八九九十，
小林，我想喝饮料。应该够了，等一点会升级。可不可吗？可是现在买的话，我要很晚才能出门。不要好了，我还是喝水好了。虽然我是喝水长痘痘体，但还是总比喝饮料长痘痘好。因为他的魔法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棒，一样啊。要冒险，第一个。钥匙不多，不是啊，我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宝箱啊，我刚玩欸。我不知道后面有一个东西叫铁宝箱，好吗？我游玩时速现在才38分钟。酷哦。好的，我以后，喝水长痘痘，对啊，能力提升，提升了、啊，提升了吗？快让我测试，我妈，我变强。打喷嚏！哇！白兽放到上面去，哎，白痴！啊，白痴！我主要对，为什么？哦，没事。想说我怎么还在哭？我说就是因为长痘痘啊，所以才对外表一直没有很自信。还敢开干？白痴哦，铺什么 MP 啦？哎呦，哦哦哦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对不
去！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哎呀，原来那么痛哦！谁知道啊？我怎么会总是变？哭啊！哎、欸，玩得很棒哎、欸！你吃肉武器还可以吗？我觉得还好。那走吧。好，我呢？第一个人啦！哇，队友啊啊！满意吗？可以换吗？我用三倍券跟你换。嗯，全部重完了。对呀、啊，楼梯旁边那只很麻烦，不要打。没事啊，要摸过才知道。换任务了啦，白痴哦、喔。西兰花，不就是那个吗？刚好啦，来几这个。我突然觉得喝水比较好哎。餐馆钱不够。楼梯那只跟到你就要下楼或冲刺。好的。好的哟，你会回来的吧？会吧，我应该会回来。我三个衣服哈，佩戴。把我们碰，嗯，欸，那我问一下哦，敏捷是干嘛的啊？这是铁箱子是不是？哦，我刚刚那按刀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色？啊，暴击率哦，哎呦，好像不错哦。嗯，攻击。我马上吃了。我不会要车轮了吧？它不是固定车轮啊？西兰花，西死人花。
车轮的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，感觉私下慢慢也可以。吓到我了，白痴哦！MP 没了。哦，我鸡蛋五个了吧？我还没，真好难解哦。挨打。
哎呦！啊！不跟你拼，不跟你拼。不用。不行哎、欸。好烂哦，好烂哦我。哎，闪红光是不是前面有怪意思？没事哎、欸，没事哎、欸，用，来，升级，嘿嘿，三颗回六滴等于一颗回两滴，没事。嗯，哎呦，我看到鬼一样。嗯，这什么香？给的吗？没事哎、欸。好不，找到刚解鸡蛋任务了啦。手机游戏吗？不是，是Steam游戏。你会跑，没事哦。但感觉企鹅没有打的必要哎、欸，打下去好，会出现头上会出现围，那个冰爆子，会爆了，会死、欸，不要走啊，不要走啊。哦，他自己不见哦。哦，哭啊！不要走。嗯啊。又红光了，又有怪是不是？嗯。我死了。我烂西兰花啦！我怎么爆我四十滴啊？我防御扣，我防御降了。哭啊！耶，抱歉啦。我不玩了啦。草莓，给优越吃，你用。气也很痛啊，又在闪了，这边有怪是不是？啊，没了，真。好啦，我去死啦！我去死！我去死！我去死！哎、欸，不用哎、欸！救命啊！
啦啦啦。哦，不是，他有时候按键真的是怪怪的，斩马刀。好，是广告。啊！我丢94个黄金，那怎么带回家啦？哈啦！空间呐，哇，水哦，没有水哦，好啦，收集苹果啦。等到100个骨头，我也想等啊，刚才在采啊。啊，他100个骨头到底有加什么能力啊？嗯，金额好啦，没有，就是我刚穿过的装备啊。噜噜噜。突然觉得水好像很重要哎，怀念开水的日子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。啊，看，没事，前面很好练。太棒了吧！哦，好喜欢这个哦！刚到底怎么死的？笨死！没有要死。嗯嗯，可以用手把玩吗？手好酸哦。可以耶。再用手把玩。反正游戏只要按空白键跟按方向键而已。我把咦，还是根本设计给手把用的啊，就是手把按起来好顺哦。不是啊，我想打开。嗯，想看地图哎、欸，然后
形象，他没有，他就这样而已。哎，小鱼那个让东石大叔骗人的啊！我昨天到现在是看他上上下下是骗人的，海豚安安。在那边欺骗我，喵喵安安。对啊，害我以为他要玩了，我就把那个东西大给关掉。我东西大啦，啊！啊什么？骷髅？哦，还是用。来用键盘好了，不能开地图，好累啊！你昨天还玩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样子。白痴哦、喔！啊，可能用头，用摇杆。头发比较顺啊，只是不能开地图，好不方便。你干嘛一直撞墙壁？没有啊，就是你玩了就知道，这难控哎、欸。我昨天不是也有在玩一下东石大吗？我们应该要找一个有买那个小鹿的红色那个恶魔鹿，然后再搭我的妹妹，她就可以收集很多灵魂，那个灵魂可以帮忙。
还有另一个我忘了、欸、什么姓什么什么姓啊？帮图给了吗？啊好啊，没给我苹果啊，呵呵，任务好难解哦。哎，挨了好多血啊。再来，他没给我等一下的余地吗？弄墙壁可以留在地，我知道啊。到在重要区有要追我，为什么撞墙壁？哦耶！完成。好。我那嘴巴张开的欸，
还会打他啊？经验多吗？啊切！哎呦，反正看聊天室看到了，每次都被那机器人骗，然后就看一下聊天室，就按错，烂机器。好安安，伟伟，伟伟滴滴安安，嗯嗯嗯嗯。哦，他啊，不换武器，他为了他吃 MP 的哎。要一刀秒比较好，对啊，哦，所以我要把盾牌拿掉。他怎么拿掉啊？扔掉吗？扔掉。OK。
哦，这个猛的咯。要减攻击耶！关闭。那边没探，你探一下。可以吧？可以什么？我想说把它收在箱子里面，包包里面你逃不逃得过呢？我嘞，怎么？这是什么？对不起啊，你踩在我的东西上面了，可以借过吗？干，这贪食蛇也太恐怖了吧！哇哦！他踩在我的东西上面，哭啊！哇，十点半了哎，还有一个半小时了，不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哒哒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上面黑黑的还是屏幕黑啊？我晕，白痴啊！这种效果那么脏的啦！来，给你们选一二三。等一下哦，三三三三，好，那就三了。哦，没有水，拿到需要的装备吗？没有。是屁呀、啊！是有四的选项吗？勇往村庄不是任务列表。安，明天如果有直播，应该不能来，没关系，开学我知道。但明天是轻松生存哦，餐馆。Oh yeah！
那这能干嘛？四分听增加后能干嘛？嗯，不回来的吧。我们这一 round 结束就休息吧。拜。欸、玩一玩嘴巴张开、欸，疯啦！没事说阿长隔壁结束了是不是？班总有空来。指的是从零开始吗？对，从头开始。你看我现在等级啊，没有，最上面等级一，我都从头开始。可是他是说，反正这游戏就是死掉之后才会变强。哎，四正厅升上去了干嘛？阿长都不是啊，因为隔壁那个。闪闪他们在玩女巫躲猫猫啊，老板有约我啦，只是我说今天可能懒懒会来玩，所以就先 pass。结果懒懒还是很忙，没办法。我需要大量的蝙蝠。有大量的蝙蝠，好多空房。对啊，我都是空房。阿长怎么了？阿长是因为死掉从零开始吗？不是啊，我玩很多游戏都是死掉后重来的啊。就我都开始怀疑我到底是 M 啊，我喜欢玩这种。蝙蝠升级，哎，噜噜噜噜，走，420订阅，但他不一定会开台啦，因为那时候开台也是我乱讲，不是我乱讲，他当时是有考虑开台，可是就是我一直提，可能提到他就是会紧张，然后会不想开台。没能秒掉，对啊，哭欸，帽子要脱掉吗？唐错是这样，哦，这是防御啊，武器等级太低啦，武器不够强，引擎发动。嗯，有意思。啊喵喵喵喵喵喵喵！一下两下。够哎、欸！
我觉得好烂哦，我烂到有剩了。怎样？我没注意。好啦，也十点半了，就先这样子啊。我私下再无聊偷玩一下吧，然后有心得分享在开台后跟大家讲。好了，感谢各位晚上的收看。好，让你们挑一二三，最后投票，一二三。不是就准备关台，然后就宝石宝箱颜色不一样哎。我说原先有888，三号二比较多。哦，好像很惨哦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各位拜拜。啊，对，我学的这种，有听到吗？说出你想要的吧，讲出来。还是只能选他了这打不死据说我不知道很好。你看你们手机响了哦。这啊应该要学那个来电铃声的，这是打过去的声音吧。大家晚安喽。